刚才抖音的那个，他让我审核，然后现在也没有审核完成。我下次一定要在抖音直播。他竟然还要审核，刚才让我拿着一个身份证这么。文为什么要剃胡子，对吧？我出门会刮的。真的，你们在家不无聊吗？我见你们，我已经换了一身衣服，弄了一个头发。而且今天爱的迫降大结局，现在8点正在开始了，已经更新了，我一等会儿我就要去看直播剃胡子。离太远我还没有看。直播剃胡子，没有，我是在重复那个文字，不是说我要直播剃胡子。下一站是幸福，看了呀，还可以，在抖音跟微博上看完了。想见你看了吗？想见你看了前2集，没有看懂就没有往下看，想等他今天晚上更新完一起看。优质的封面有助于进入热门，请及时更换为本人正面清晰照片。哎，微博刚才怎么给我发了一个这个推送？我封面不是我照片吗？我最近在家响应国家号召，不出门。最近一直在看电影。你们没有什么想让我推荐的东西吗？
不要再 Q 在线刮胡子了好吗？那我给你们推荐电影啊，让我看一看我的电脑里。哦，推荐歌吧，好吧，我最近那天看了那个歌手，对对对，然后觉得刘伯欣蛮好的，刘伯欣很棒，感觉歌做的蛮超前的，蛮前卫的。哦，不是这个，我觉得真的，这首歌蛮好听的。哦，怎么还有棒棒糖？最近大家千万不要出门，这个疫情，一定要响应号召。我从21号从南京回来之后，我就再也没出去了，一直都没出去过。我想看一下我的抖音到底审核过了没？我一定要在抖音上直播。我不服，等会儿等我看一眼手机啊。还在审核，他那个人工是不是下线去吃饭？而且我还没有吃饭哎，我还要看《爱的迫降》的大结局，《爱的迫降》真的太好看了。哦，还有那个叫什么？有一个韩剧叫什么来着？哦，《梨泰院》，对，《梨泰院》。因为那会儿在做，然后做好了就在直播，一考的，还可以吧。让我看一眼文案哦，让我看一眼要说什么。对，校考都延迟了，全部都延迟了，现在应该在考试，应该，但我现在还在直播。
在家只能准备生牌表，最近没有网购，哦，最近有买的护目镜、口罩都没送，你都被退货了。哦，对，我从南京回来的时候，有人给我口罩。给你们推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日历啊，是我从南京回北京一个粉丝送的那个生日礼物啊，这是一个日历，但是这个日历呢每一页都有一个电影，是每一页都有一个电影，有365或360多，对，每一页都有，都是比较好的电影，好的新的，评分都很高。哦，我的歌停了。每天洗脸5秒钟，最近大家在家要增强运动，因为增强运动免疫力会变好，免疫力变好了出去就不容易得病。我天天都在运动，在家做俯卧撑。其实我想的是去楼下跳跳绳呢，但是我觉得就是比较危险，就没有下去。超市我都没去，我网不好吗？我卡吗？为什么公司的姐姐跟我说我
哦，刚才我卡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呀。还卡吗？不卡了吧？你们不用上学或者上班吗？手机看直播，我有啊，我有上网课，硬生生的看。就是觉得老师讲好，又不能给他发礼物。没法打赏他。我那个没有点名，只有老师一个人在那儿独乐乐。我这个旁边为什么会有一只小星星星啊，我又卡了吗？是你们卡吧，不是我卡。我这边看我贼好看，一点都不卡，贼灵活。你们可以听歌识曲呀、啊。哦，这首歌叫《帅哥》，TY 的，这叫帅哥。我卡吗？那我用 4G 花钱耶，用 4G 费流量。是你们卡吧，在用 WiFi， WiFi 怎么可能不好使？那好吧好吧，卡吗？不要再给我。卡了吧？那就是你们的问题。你要再说我卡的话，我就关直播了。
十都在下雪，前几天的一下下两两天。在家为什么要刮胡子？吃播等下次吧，家里没有那么多好吃的让我吃，贫穷，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。讲吧
最近在家上网课啊，上网课练剧，看见吕冠城，我一百一十二，你们网课有布置作业吗？当然有布置作业了，那要不然上课干什么？长个子了吗？长了吧。智商旭演的那个 Killer， 还有 The K2 很好看，还有继承者。对呀、啊，作业超级多，可多了作业。哦，我看过完完整整的三遍韩剧，就是金宇彬演的那个啊，不是金宇彬啊，对对，那个任盈依恋，真的超好看，真的，我看了整整三遍，完完整整的三遍，太好看了。技巧，怎么能谈恋爱呢？对不对？哇，裴珠炫真的太好看了。时刻看一看，还有 Lisa， 还有 Jenny， 我也觉得我挺帅。哦，对，还有李雨儿和娜恩，是娜恩，太好看了。哦，简直了，仙女，人间仙女。哎呦，我要换个歌。哎，哦，王一人也好看。就是那个 Everglow， 那个让我该看 Psycho。在我低头的时候，你们不要发消息，因为我看不到，好不好？
forever。考学的都是现代舞，就是那种我崇拜什么人，我崇拜我想崇拜的人。后面熊猫，哦，这个熊猫是那个有两个姐姐在南京接机的时候给我的。然后我就挂在了张好脸，下次直播可以很快，可以很慢，看我心情。造诣的歌。
听过，应该只有我听过。下一首，这个聊天室里也就我听过，也没有人别人听过。好了，换了。你没有听过，只有我听过。
就是改天。都不出去，现在这种大敌当前的，你让我出去，怎么可能出去？这种时候就要在家待着，国家都不让你出去，你还死心出去。时尚去，然后再搭一个林雨儿那样的女主，哦，我错了。你们说话都什么叫我在想屁吃就是被绑票没什么大的理由要逃避 Psycho 但是要考虑坐回家因为网易云找不到
可能这片区域不太好，跟我同时用网的人太多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的电脑用的 4G， sorry。我的电脑不用 WiFi， 用的是 4G， 还是台式的哟。找不到，神的啊，看着啊，这根笔啊，还能变软。谁看呢？给对面楼的人吗？
今天我还换了身衣服，还特地稍微抓了一下头发。对呀、啊，我本来是睡衣。重要的人，对了有奖哦，因为我刚才放的 MV， 因为我发现我网易云没有买这首歌。先不要问什么奖，先猜吗？我刚才放了一半的啊，不是一半，前几秒的 MV。欢迎听。这首歌自己听了吧，自己听你也听不出来。听不出来吧，哎，证明你们不怎么爱看 MV 啊。
这一，我这首歌一放词儿全都知道了，那你们就是不知道。哎，我还打算给听个，给能猜出来的发红包。算了算了，不发了不发了。猜出来了吗？已经放了很多了，现在只是猜哦，没有包了，还猜不出来。你们真的不知道我最喜欢谁吗？那我再放几秒。这下一句词儿一出来，全都知道了。唉，太不给力了，你们是粉丝，假粉丝。Solo 的 MV 可不这样，败了吧？那就没有办法了。Yeah, you got that yumm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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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ummy. 你看嘛，我就说一放第一句全都出来了，你们都不知道我喜欢谁，哎，无语了。Yeah, you got that yummy, yummy, yummy.这样的话，那就玩几个游戏吧，猜MV吧。那么，下一个，找一个经典一点的吧，好吧。看你们猜得出来吗？谁说我想染粉红头？我不想染粉红头啊。听到了一点，我脾气好，太好了，猜出这首歌我就再陪十分钟，猜不出来我就下播了。还给提示，那我再给你们放三秒，一二三，三秒了。你们是不是傻？还没到九点半呢。已经放了好多了，天哪，你们都不喜欢 JB 吗？哎，那我再放一个，你们要再听不出来，真的是。什么歌？什么歌？不要躲着呀，都出来回答问题吗？
什么歌？这个真的，你们才不知道，我真的。你们这就是属于不长记性，吃一堑不长一智，听啊。什么歌？我刚才第一遍放的就是这个，又听了一遍还不知道。一模一样放的，你们都不走心。无语了，无语了，嗯，真的，你们在回复的时候都不走心，都不 follow your heart。都发了一遍了，还不知道。你们最近不要出去哦，出去戴好口罩，强身健体。在家要多锻炼，多喝水，不要感冒，多穿衣服。少睡觉，多看报，多看新闻，拿快递记得消毒。我也不知道绝地出击什么时候播。哦，9:30了，拜拜 ，see you。对。